大家好，我是敏中，现在我在 San Francisco， 昨天晚上才到的。这边的风景跟我们那边的迈阿密完全不一样，这边有点冷啊。很漂亮这边的风景。然后这是我姐住的地方，然后这是我姐的女儿。宝贝，你好漂亮哦。漂亮哦。Jennifer，我喜欢小孩子。Jennifer。Anybody busy？ 他这个鞋带够吗？就穿那个。OK。那个。穿鞋子。帮我把东西放进去好不好？黑色衣服。现在我们准备出门去圣文斯这附近这边逛一逛，看看这边有些什么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Sacramento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冰淇淋店，很好吃。他这边就是冰淇淋，在这一边的冰淇淋。然后这边就是冰淇淋，他这边。这一家的冰淇淋蛮好吃的。哦，前面还有一家，那我们先去前面看一下，前面还有一家。他这边的环境不错，很好。这家冰淇淋店，他这家冰淇淋店蛮好吃的。他就是很多。
没有讲谢谢舅舅。好，再帮你啊。哇，他现在疫情下还是这么多的游客来这边看，好多人，好多人都在海边这边看。你看他们的房子在上面，都是在山上房子。哦，是海边的。江一平，你们看大浪，来，漂亮吗？这是谁的？对，嗯。好的，可以接一下。在这边的游客蛮多的，像这疫情下 San Francisco 的游客还是蛮多的。他这一家也是冰淇淋店，他这个冰淇淋店也是蛮好吃的，过来这边打卡一下。哇，那很多甜点呢。哇，这边还卖巧克力。我们在吃什么？我们在吃珍珠奶茶。你们这里这个一盒多少钱？8块钱，好贵啊！不是，好吃吗？没有。现在你们好吃吗？这个6块9吗？我们送货上门才6块，6块。嗯，好吃啊，宝贝，有没有吃？太冷了，我不想吃。很好吃。化了。你嘴巴紧张。赶快吃，赶快吃。棒棒吃吧，奶粉有味，有味吗？吃了没有？那大喜欢的当然第一个就是，好不好吃？你哪一个好吃？最好吃。哪一个好吃？什么口味的？这个比较好吃，快掉了，这个掉了哈。这是这个，这个就很甜很甜。这个就是这个的吗？嗯，这就是这个，没有那么好吃，这个比较好吃。这个6块9毛9，这个8块4毛9，这不是价钱的问题，是好不好吃的问题。哪一个不甜？这个。主要人又不甜，爸爸那个不甜，你再吃爸爸那个。那换我的，都一样甜。我不要你的，你咬了。没有了，所以爸爸给你。那，真的，你不要了。